这个影片还蛮长的，把中间一些采访把它拆掉。跟当地的静怡，他算是比较精神障碍的，对，然后所以他们那边其实用轮班的方式，会有些社工陪同，对，比较不一样。然后我们办社员刚刚有提到，我们办社员其实目前的平均的每个月赚的收入大概是在15000左右，对，15000左右，对。那以各国街报状况来看，应该算这个平均值。所以是以台湾的整个生活水平，对，所以因为我们当初啊，那时候在办这个时候，我自己有大概评估过，大概一个贩售员要一个月赚多少钱，或许我们组织才有办法存活下去。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工作当然有一定的期待嘛，如果你卖杂志，杂志又不好卖，一个月赚不到多少钱，我们的组织自然就不会存在，因为不会招募到新的贩售员。那时候我评估大概是要至少每个月至少能够赚10000块以上。那为什么会有10000块这个数字呢？是因为其实依照他们之前，如果说他想工作可以找到的工作形式呢，其实大部分就是一些临时性的工作，可能像举牌、发传单，然后派报，然后有时候出阵头，对，那类似这样的工作呢，其实在北部一天大概是800块钱的工资，在中南部有时候比较低一点的700，对。那所以如果你每个，而且这些工作有时候都集中在假日嘛，六日，那出阵头不一定，有时候是看状况，庙会活动、马祖出巡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会去，对。那所以如果他都找这样的类型的工作，一个月下来大概赚个6000-7000块嘛，而且不一定有，所以如果说跟这个临时性的工作相比，如果卖杂志可以依照他的时间去卖，一个月还赚不到10000块，我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工作可能太辛苦了。那我可能他们可能就可能卖个1-2个月，可能就觉得不好卖，可能就退下去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大概将近不到一年左右，贩售员平均收入大概就已经突破10000块了，目前大概15000。所以这是为什么组织可以继续存活下去，而且我们大部分的收入就是靠贩售员的零售。我们其实收入的组成跟传统杂志是很大不一样。传统杂志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目前几乎都是靠广告在支撑，可能有60-70%甚至70-80%是靠广告。那我们刚好相反，我们只以80%的收入是来自贩售员的零售，1-2%是来自